这套模具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经典呢？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整个工艺它的设计过程。首先从一个片料一步一步逐渐成型，先冲孔，再折弯，再成型，最后切断，整个产品的过程设计得非常完美。折弯工艺是先切外形，再打凸包，然后再冲孔，最后直接进行折弯。那么折弯的话，两边可以分开折，像这个折弯的同时可以把这个加强筋给它一并打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模具设计的时候，它这个模具上下模的一个运动过程以及成型过程。模具本身不是特别的大，也不是特别的长，中规中矩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细节，整个细节做的还是比较动画，还是做的比较美观的。大家觉得这套模具设计怎么样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进行留言。学习了解更多模具设计，请在评论区回复学习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